芒果有夏季水果王的称誉，一到夏天周围都是芒果的果香，要数芒果之最，印度的阿方索芒果一定是数一数二。究竟这种芒果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会这么好味呢？被誉为芒果之王的阿方索是这么多种芒果中最上等的品种，还未剥开外皮已经可以闻到它独有的香味，浓郁的芒果味之中又会夹杂着椰香，外形圆圆扁扁，果肉橙黄带红色，又甜又多汁，肉质还很细滑。其实阿方索芒果是产自芒果祖国印度西部一个叫拉特纳吉里的地区，由于当地周围都是火山岩层土地，再加上位于沿海地区有充足的降雨量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阿方索特有的果香。不少国家都想仿效印度尝试自己培育阿方索芒果，但就因为地理环境不同，芒果始终没有印度出产的那么香。如果想吃最正宗的阿方索芒果，都是要选产自印度的，通常在重庆大厦的杂货店就会找得到。